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相信不少的网友都喜欢吴磊，他参演过许多影响力极高的影视作品，在剧中挑战不同风格的角色，演技可谓是一次比一次好。然而，娱乐圈中的童星并不只有吴磊，还有许多。今天我们要说的也是一位童星出道的演员，而且还是位00后，跟吴磊一样，也是在6岁时开始演戏。他就是在《美人心计》里面扮演聂胜雅小时候的蒋依依。相信很多人都对剧里面那个可爱的小女孩有所印象，两位小演员很早之前就已经相识了，并且合作参演过多部作品，尤其是在2013年的时候，两人同时参演了于正版的《神雕》。在这部作品中，两人有吻戏片段，于是13岁的吴磊与11岁的蒋依依也就分别把初吻献给了对方。由于两人多次合作，又多次搭档情侣，所以网上也难免传出一些绯闻八卦。不过这都是无中生有的事情，毕竟两人的年龄还那么小。蒋依依的作品非常多，而她本身也是一位极其敬业的演员，尤其是在演戏时，有不少动作戏，她的膝盖因此受伤，导致骨裂，但她依然坚持不用替身的原则，让旁人看得很是心疼和敬佩。对于这个从6岁就开始演戏的小演员，网友们对她的成长也很是关注，尤其是她的长相。小时候的她就十分可爱，五官精致。如今的蒋依依已经有18岁了，真可谓是应了"女大十八变，越长越好看"这句话。对此，诸位有什么想法吗？欢迎在下方评论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点个收藏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